专车接送，医疗费用是新加坡的一半。到马国新山的私人医院求诊，真的是既方便又省钱吗？前线就跟着严夫妇和柯夫妇四人到柔佛新山的利康专科医院做健康检查，看看那里的医护人员服务素质如何，设备先进齐全吗？从新加坡到柔佛新山的利康专科医院坐车呢要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严太太，你们大老远来到这里做体检，不觉得麻烦吗？不会啊，这边有专车接送啊。最要紧就是说他们这边的费用跟新加坡差了一半的价钱，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新加坡如果你要检查身体要等一段时间，这边就可能很快我们就可以碰到。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既然进来我就顺便在这边 shopping 一下走走一下咯。新加坡大概可能我因为是我要检查那个这个大肠啊胃啊这个，可能在新加坡最少我看打底要2000以上啊，那么在新加坡在这边大概我看不到1000块钱吧。因为体检所需，他们前天晚上就得进食。医院于是特地安排他们早上8点就离开新加坡，而周末早上的交通顺畅，他们在一个小时内就能抵达利康专科医院。这家私人医院是在去年底正式开幕。柯夫妇和朋友一抵达医院大门，就马上办登记手续。这时严夫妇已经在体检中心开始做基本的测试，大家都迫不及待赶快完成抽血，然后享用医院为他们准备的早餐。除了严先生之外，因为他在抽血之后还得进行胃肠镜检查才可以进食。他做那个肠胃大肠的时候有0.01很米微小了。包括胃肠镜检查在内，严先生这次的体检总共花费1750马币，折合730新元。如果他在本地私人医院进行类似的检视，花费大约是1400新元。不管是在新加坡的公共医院，还是国内外的私人医院做健康检查，都不能动用保健储蓄。所以，严先生这次到新山这家医院，省下了一大笔医药费，令他感到庆幸。这边他们应该，如果新加坡来，英语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好像我们这个乐年的人呢、啊，有些就不懂得，他讲会英语啊，会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可以的话就是请多一两个华语的。另外一名省下大笔体检费用的是55岁的柯德民。他准备为心脏做电脑断层扫描，这里使用的是64切电脑断层扫描仪器，和本地多数公共和私人医院使用的是一样的。在本地进行这个扫描的费用大约在800到1000新元之间，在新山的利康专科医院费用是1800马币，折合750新元。体检完毕，柯夫妇对这家医院的评价如何？ Oh, they have very advanced equipment, I see. Yeah, the staff are all very friendly. I can really consider this place definitely, yeah. Because traffic here nowadays is quite convenient actually. It's only about 1 hour, 1.5 hours to reach this place. I think the package is very worth it. What sense? I mean, everything is...Majority of the screening are all inclusive. I think it's really, really worth it. Yeah, it's value for money. 利康专科医院表示，到这里做心脏检查的病人，如果在电脑扫描之后发现有什么异样，可以马上到心导管室做进一步的检测。如果是冠状动脉造影的程序，加上住院一晚，在这里收费是4750马币，折合约2000新元。
比起新加坡私人医院的3500新元收费少。健康检查报告一般会在7天内寄到病人的住家。半天的身体检查完毕了之后，严夫妇和柯夫妇和一些自行到新山来做身体检查的朋友一块享用了丰富的午餐，之后便踏上回家的旅程。他们表示对医院留下了不错的印象。那如果以后需要做一些小手术或者是接受长期的治疗，你愿意回到新山这家医院去做这个手术吗？那么看情况啦，比如说有时间的话，那么就在这边，不然我们好像我现在在新加坡，我是乐龄嘛，我们看那个陈独顺那里看医生都是我们有一半嘛，减价嘛，就是除非是说这个事情要这个要看这个病要等得很久，那没有办法。柔佛新山的利康专科医院是其中一间能让国人使用保健储蓄的马国医院，这一个月来已经有2名新加坡病人受惠。其中一名就是廖有明骨科专科医生的病人。廖医生告诉前线，骨科当中最常见的手术就是全膝关节置换术。在利康专科医院，这样一个手术加上5天的住院，预计费用会达16000马币，折合约8000新元。在使用保健储蓄后，病人需付约3000新元。如果到新加坡的公共医院进行同样手术，又住同等病房的话，医药费总共达16000新元。即使扣除了保健储蓄所能偿还的款项，还得支付10000多元的费用。我有一些病人的经济情况啊不是很好啊，负担不起我的医药费，所以有的这个医院我可以带他们过去啊，就可以省他很多钱。他那边的病房是蛮大的比如是那个 VIP 的房间，他那边大概150块新币，但是150块就已经得到一个很大的房间了，有一个小房给如果需要的话给那个亲戚可以一起跟病人住这个是很好的玩法，因为病人就不需要去外面住。但如果这名病人选择让公共医院的医生为他开刀，并住进没有冷气6个床位的 V2 级病房的话，在扣除了政府津贴和保健储蓄后，无需缴付额外现金。廖医生表示，自己一个星期到新山利康专科医院只看诊一天，如果自己的病人在那里住院时出现什么紧急状况，他也能亲自赶到。我的同事他们会先看那个病人有什么重要的话需要的话，我不久就可以到那个医院了，大概半个钟头45分钟的话我就可以到了，在新加坡去那个地方，那个医院离开新加坡不远。据了解，马国正在兴建一条新的高速公路，工程完毕后，从雾兰关卡到医院的路程将从目前的25分钟缩短接近一半。是要方便还是要省钱？是要以更廉价的价格享受到更好的住院条件？这个新措施的确给国人多一个就医选择，而病人要如何做出选择，就得依自己的情况，凭自己的需要做出决定。前线追踪欢迎您针对任何一个课题向我们发表意见和看法，我们更欢迎您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